园艺、神经西安，每天都在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肤科蔡依伦医师。今天我们 Two Makers 保养小学堂要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园艺保养的小知识哦。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肌肤使用了过多不必要的保养程序，增加了肌肤的负担。基本上原因就是去除掉保养品当中一些不必要的添加物，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求，那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加在自己的保养品里面一起做搭配。保湿美容液呢，它是添加以神经酰胺为主的五种保湿成分，质地相当的清爽不黏腻，也非常容易吸收，那也推荐给皮肤比较干燥的朋友。神经酰胺是我们皮脂膜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分，可以稳定皮肤的状况，也像是一个打开皮肤的通道一样，可以增加皮肤对于保养品的吸收。今天我们 Two Makers 保养小学堂的分享就到这边，那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